看现在是后沙啊，现在后沙，他们异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？他这边左边和右边，他有那个刹车片，你看转动，它有异响，异响的话就证明这两个东西摩擦到了，摩擦到了这边侧面有个调节的，调松一点，它那个刹车片就往边上偏了。调松一点，要你看，现在就没有异响了。朝自己命它去。因为是这两个面，这两边是夹着这个刹车片的，它已经贴到它身上了，所以说转动的时候它会有异响，要把它调松一点，就左边、右边这个位置。要，你这个。然后还有一个点，调上面。预备这还有一线二线，一线还有二线。松一下刹车线，刹车度的松紧就调这这里。一线吗？你把车停好了。反正确认磨不磨，就是主要说看这个刹车片，这样转动的时候看一下它这个的这个位置有没有磨到它，如果说这样转动的话，这个碟刹片变形的话，这个片变形的话就可以用锤子敲一下，把它敲正。这是完全很正的。